我再问你话。粉香，就是上面。哪个？陆总。您今天总共消费的是，就算3880元。哈密瓜培根卷，80块。香煎三文鱼，200块。澳洲龙虾，600块。加上服务费，一共是1000块。那这个多出来的2000块呢？是因为这个甜品舒芙蕾啦，这是人家亲手做的，亲手和的面，亲手打的蛋，材料实际上没有那么贵啦，但珍贵的是一个妙龄少女的心意。哦，那我吃。真的不值吗？值不值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个甜品真的不值2000块吗？值。那你要不要再尝尝看？谢谢老板，总共消费5000，祝您用餐愉快。怎么5000了？不是4000吗？衣服不要钱啊？这头发帘不要钱啊？全服装春夏高定都给你穿了，难道不好看吗？啊，没有。那你赶紧吃吧，吃完就回去吧。哦，好。哎呦，凉的估计也不太好吃，下次再来啊。什么？你嘴角有块糖皮，那边。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很被动，你需要被动变主动。等一下，别动，你头发上也沾了点糖。让别动，你看不见，要不然弄得哪儿都是。别动。刚才做的时候太不小心了，后面还有。
许久不练，有些生疏。特别好。饭钱600，才艺表演2000。没问题。现在签。好、啊。不好意思，没带笔，你有吗？我有笔啊。哦。我帮你。那个，就上面那个。哦，上面。好。是粉色的，还是花色的？嗯。粉色的吧。还是旁边的花袋子。我在问你话。嗯。粉香。就是上面。哪个？我的蛋还没买呢，下次再说吧。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。灯为什么不亮？都坏了好几天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去了啊。别啊，万一摔跤怎么办？我跟你一起。演一半。来。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那还不是因为你入龟毛踩我拖鞋后跟儿了。以后能不能换个称呼？不要叫我入龟毛。靖哥哥。嗯。你，嗯，是什么意思？嗯，就是，嗯。那你，嗯，和嗯，都是同一个意思。嗯。嗯。那我们现在还去倒垃圾？嗯。赵敏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谁？赵敏。赵敏。对，城那里302，赵敏。哈，赵敏出去买菜了。没事，家人代签一样，麻烦快些。我这边还有其他快递呢。啊，谢谢。城那里302，张无忌，签收一下。张无忌，对，不是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没有张无忌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的。谢谢。哎，您拿好，谢谢。你张无忌？不行吗，赵敏？赵敏。嗯哼。那周芷若呢？啊，我这把里没他。